大家好，我是开卷人王雪柔。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清代画家钱维成的《牡丹24种图卷》，现藏于故宫博物院。牡丹雍容华贵，国色天香，不仅被誉为百花之王，更有着期盼国家繁荣昌盛的美好寓意。这一幅《牡丹24种图卷》一共绘制了24朵形态各异的牡丹，它们仰幅顾盼有致，枝叶衔接交错有序，用色丰富，构图巧妙，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，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植物学价值。因为钱维成不仅形象真实地描绘各种牡丹的姿态，还在每一朵花旁边一一标示出了它们的颜色和芳名，为这些珍稀的牡丹品种保存了珍贵的图像资料，可见作者的巧思和用心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走进《牡丹24种图卷》，感受牡丹花开的明艳动人，追寻极致绚烂的中国色彩。Thank you.